歹势啊！你是不是误会啥？我哪有可能针对你啊？只是我这个人较自动隐私，若是有其他的人伫个，我会感觉较无自在。计较，身体我哦变一条领大啊！你是要配起来吗？嘿，我看领大这条好啊啦！我感觉这条型哦，不管配多少领拢袂伤跳痛，而且红色又大板。这位先生本身的气质就已经真稳重、真气势。根本就无需要阁配一条遮尼深的领带。若是我，我会替伊拣一条较浅色的，可以看起来感觉比较会较好穿见。我感觉这条不了适合你，你当试看。这查某拼命，哪个会我遐尼小心？多谢你的建议，真有信用。我咧买物件诶，是关你什么地带啊？敢有需要你伫遮咧插嘴？还阁有阮翁要干什么领大？敢轮会到你来出主意？你反应敢未伤过大啊？我是好心提出我的意见，要接受唔接受，这是由在你呐，我敢有勉强你？我敢有需要你的意见？我哪有识识你吗？啊？你是大海鲸啊！你管到这宽，我是无实在，恁翁无唔对啊。啊，不过我看伊气质，都是一个企业的大头家，是讲伊穿着遮尔啊保守。我想贵公司的企业文化，应该嘛是一成不变，是一款古早式的管理吼。我可肯定，啊是要赶紧较创新的，啊若无早办，会有市场淘汰。喂，金牛当时电话很超远，是哪样事？阮公司愿意投资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当伫上短期间东山再起。你投资我，万夫人，你就当作我这人较搞财理啊。第一，我甲万党诶无啥物交情；第二，我目前诶状况嘛，无什么部分适合投资或是合作。所以是不是你归去直接把我拖背？万海金融到底啥目的？选择去听我？因为甲你报道的是永兴集团的罗在兴，我看伊两个阿婆看了真有关系，因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，这理由够够。万夫人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只是做生意啊，不是办公开会啊。我再讲，目前我要翻新的资金，不是几千万就当解决。真好，你安尼问哦，就表示我无看唔到啦。严格来讲，阮想要投资的是黑棋投顾，因为阮是做金融的，黑棋投顾这几年在业界绩效是排头前，所以引起阮的兴趣。虽然在这届美中关税议题判断错误宣布破产，但不过我相信一定会当东山再起。等等的，我的话已经讲得真清楚啊。假使你若是唔肯相信我，也是无想要我入股，那呢这件代志就准拄煞。非得损失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老李，你嘛唔通安尼一直甲我赶，我当然嘛希望有你这个朋友来甲我支持啊。我若是无你淡薄压力，你敢会这么紧的点头？那呢，从今物开始，咱就是 partner 啊。古旺海金融的资源是发展中心的。
像啦，你创啥？林伯啦，你是怎打呢？还敢占我的位，还不起来？哎，啊，这公是大家先占先赢，是安怎要让你啦？哎呀，我敢甲你硬吹硬吃，看起来吼，我今仔无甲你架势吼，是袂使。哎呀，阿、啊、哥、啊啊啊啊，你莫甲我欺负是吧？哎呦！哇！哦！啊！哦！敢占我的地盘，还够敢甲我占？阿老师啊！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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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起来，在乡村里睡在土坑。你现在是准备要放我两个吗？啊，若无像拄则迄两个流浪汉在甲你拍的时候，你完全无艰苦啊，你才无志气哦。哎，你是无听人在讲过啊？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躺好啊！我就是我，安怎？袂用的哦，袂用的。我陈忠雄的后生啊，不是这么软的，不是故意人糟蹋的。我不准你这么乱溜。后生，我个精生的啊！我都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我袂认你啊！你莫搁在安尼一厢情愿了，好不好？你今早莫搁吵，我要困啊，烦死了！你真正查甫人的尊严甲志气拢无爱滴啊！好歹你做个教授呢，对我一点仔挫折甲打击，你着安尼袂动的。陈家明就真让你吓了了呢。哎呀，声声句句拢讲啊，我是陈家的子孙啊，佮对我遮尔啊要紧。那呢拄只我去予迄流浪汉拍的时阵，你是安怎袂出手甲我打杀啊？敢若遐伫边仔看好戏啊？啊，无话通讲啊吼！我早就看出出来啦，你哦，就是迄支嘴哦，甲我讲啦，真正要做的时阵哦，都无半片啦。我是爱你家己爬起来，咱陈家的人啊，身上流的，就是倔强唔认输的血。就算讲天要予咱忙，咱嘛要甲天公伯做对头。等。我想收起来了。你会安尼一直甲我怒、甲我烦，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植物人的后生，所以我就变成你传宗接代的工具啊？啊，我摇着啊吼！无怪啦，你个罗在兴少年的时阵哦，会这样尼啊马子啦。原来哦，恁拢是共一款血性，就是别人囝拢死未了，我看了这足神的啦。哎。我跟那个在兴完全无同款。你是我重视的人，我拍落来江山，将来嘛是你的。大姐，我有代志，想要请你到三江，敢有方便给你讲？当然的，来，跟你来。你想要怎样？我知道你最喜欢伊。免啊，我无想要浪费时间，我直接讲，我想要见世王。所以我想要请你到三江，跟我去罗家一撮，去甲罗在兴讲，你想要认领我，爱签同意书。你想要见世王？我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欢喜的。我本来就是讲，这世人拢无爱接受我。你是不是误会什么啊？我是不是改姓？他是不是要认你？这是两回事，你想想这啊？
了解啊，也不过你已经成年了，不需要罗家的同意。你安尼做，只是想要跟因考试，对吧？罗家已经拍败上大的敌人陈忠信，所以今嘛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。啊，不过因若是愈欢喜，我就愈痛苦，因为因的成功是建立在我跟董俊的痛苦顶端。想怎？因会当欢欢喜喜庆祝，啊，不过我跟董俊煞要继续痛苦，你到底是凭啥？所以决定要跟因彻底切断关系。我唔对，我跟董俊今麦这么痛苦，因老狗每一个在欢欢喜喜庆祝的人，都是我的敌人。正经为着要甲陈忠信演好倒，只好甲这个代志先放下。这么可惜，是来当做一个了断的时阵啊！你不是讲你亏欠我真多，我今嘛给你弥补的机会，对你来讲举手之劳，应该真简单哦。那是当我的心内较好过。我愿意对你做任何的代志。好，你要改姓杨？嗯哼，我唔对，伊阿请叫我王雅杰。你想那边来做？你是罗家的子孙呢，你不需要改姓啊。我敢是罗家的子孙。啊，这款场面的代志哦，无需要在我面头前搬啦。应该处理的代志已经处理好了。我知影你到今嘛无法度了解我，要讲妈妈真正一直想讲要找时间，看我甲你解释。找时间哦，哦，啊对啦，对付陈忠信哦，比家己查某囡仔死活搁较重要，所以都爱找时间哦。不是安尼。你敢知你刚走了，妈妈偌艰苦，我敢无了解你。我知你一定是未食未困，我惊你安尼身体未堪住，我今日炖一点鸡汤要送去给你啉，结果你门口口我都连天把我冻掉的。用一点鸡汤，大爱花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哦？这款亲情，哪会这么廉价？你讲你烦恼我，啊，不过你看伊，我看恁两个人气色这么好，哼，我穿红衫这么喜气哦，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一点仔都无亲像有甚物烦恼的人。你别安尼讲话好无？哈？你即摆已经变到无亲像你啊，你知毋？我变啊，敢有变的人？敢是我？啊，是恁开家伙啊？哦，这款杀人化救人的代志哦，这款罪我担不起呢。雅杰，雅杰，你明知你妈是真心的关心你，你才讲这款话来伤害伊，你用这款态度，对一切敢有啥物帮助啊？无帮助。啊！不过会当出一口气，我就是不甘愿。我到董俊这么痛苦，啊！不过恁说会当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，庆祝过吼。你打着董俊的尸体，打击陈忠信，你的罪过，天公伯也有在看，咋办？拢爱伊。